Pag tesalin nga, hapsoy kami po yung mga sinyo na magas po tesalin nga sa natin sa iyo. 是的，这里是呢，它也是来自于千石乡巴黎梅园三十六号的住户，也得到了这次合法房屋证明哦。恭喜您，新的朋友一个掌声鼓励。翻转原住民居住正义的第一个部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恭喜恭喜。原其实早期我们打样的雅善。 其实它是非常具有非常多的一个功能哦。它选择这个雅善这个家哦，它必须要有水源可以去打猎，然后除了要打猎之外呢，它还必须就是适合去做耕种哦。所以早期老人家哦，在选择居住的地方是非常的具有智慧的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呢？因为在三地乡大概有33%的这个住屋都是不合法的。那 其实我们非常感谢县长哦，能够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。来拍手啊，起来！好，谢谢县长，谢谢。那这个计划哈，我本来只是要拿到一个合法证明，但是这个计划居然可以除了住家的一个功能，让它延伸变成这个家具有一个经济的行为，也是把它提升到民宿。你们说新竹县政府做的棒不棒？棒！